于老师，你又不高兴了？你不关心我？我关心你啊！别人助理关心，那都是嘘寒问暖的。你倒好，就让我学习。那我以后更关心你。 我要吃包子，好的，于老师，我现在就去买。不要酱肉的，要鲜肉。知道了。姚学姐，坐不下了。姚学姐，你吃早饭了吗？我给你买了肉饼。我们学校的肉饼可是限量供应的。我昨天在朋友圈看到你点赞了我们学校的肉饼，想着你应该会喜欢吃。谢谢，我们学校的肉饼。 很好吃的，大早上吃肉饼，也不嫌腻得慌。尤老师，你来一块吧，我们学校的肉饼真的好吃。我才不要！哎呀，我记得你最爱吃学校的肉饼了，吃着吃。 小木头现在不吃肉饼，他爱吃面。